中国海洋科考船日前从我东部海域一度进入二次海里临界区，遭海巡广播驱离。同样被驱离的还有绕台攻击。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为台湾西部空域的中共注意 ，You have entered our airspace, affecting our flight safety. Airway。史上首次中英文广播齐发，绿委分析要让国际了解该空域隶属中华民国，用国际化语言处理空域国际问题。从7月1号开始，主要的考量因素为了因应敌情威胁、国际的情势以及飞行安全。军方因应敌情做调整，因为中共步步紧逼，更在海峡中线挑起争端。中国海警船146栋钩，你现在位于我专属经济海域附近的船舶。为我国合法通行的船舶，请保持理性，不要干扰其航行。中共近来针对渔权强硬执法，只要我渔船越过中线以西就驱赶，进入深海里更登检扣船，企图将中线实体化。结合这种心理战跟法律战的做法，搭配军事威吓、经济胁迫，企图来影响台湾。中方不再模糊中线定义，企图改变现状，我方也得有所回应。汉光40演习7月底登场，标榜贴近实战，除了实时实地，去中心化也是关键。全员演练去中心化，首度启用的 ROE 接战小卡范例也曝光，包括何时能使用武器、能对谁开火交战、要保护的对象等，都有明文规定。国军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当然要来倾听大家的声音，了解大家的需求，然后跟大家站在一起。身为身军统帅，总统赖清德在汉光40前特地着全身迷彩军服，和官兵们畅聊宣誓与国军并肩而行的决心。三立新闻林凯旋台北报道。